有网友曝光一组早在2000年时夫妻俩出席派对的旧照，那时候的贝克汉姆果然是无敌帅，而维多利亚也是满脸胶原蛋白。最近辣妹的重组消息又一次摆在公众面前，而这次来自前成员 Mobby， 并且他称重组的地点可能会在5月哈里王子的婚礼上。早在2月初就陆续有传言称辣妹很可能会重新合体，来探寻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机会。Mobby在接受一个访谈节目采访时不小心透露自己接受了一个非常夸张的活动邀请，暗指皇家婚礼，并且所有其他辣妹成员也将出席。也许你能透露一下辣妹将在活动的前台表演吗？主持人问道。这我就……麻痹的犹豫让主持人立刻领会到了意思，他非常激动地说，我觉得这就是肯定，是的，他们将会表演，天哪，我要走了，这下他们会炒了我的，麻痹立刻说道，并把手里的提词卡扔到了空中。当然截止到目前尚未有官方确定消息，但肯定的是辣妹妹都说过这个组合和前经纪人已经取得了联系，并且很有可能会有一些重组的活动。虽然在早些时候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辣妹将开展合体巡演，但现在看来他们还是很有可能在皇家婚礼上合体表演的。